好，我们再从左边开始哦，今天很多人哈、哦。好，左边再来一下，要不要换个 pose 呢？大家之前《喜爱夜铺》三集在香港大卖，来一起看向中间的媒体朋友。好，这一次台妹跟这个港女的一山还比一山是演情敌哦。现实生活是姐妹淘吗？感情不错啊。好，来两位看左边。我们就重演一下，两位看向左手边先。好，两位看中间。哇，甜甜真好放得开哦。好，中间来一下。那我们其他独照的部分呢，我们留到最后的时候哦。甜甜你真的是非常敬业，好棒哦，有一天一定会是拿影后，真的。拍多一点，那我们看右边哦。好，看中间狂放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期待你的表现哈。台北夜游团团转，他刚刚一字马，你要不要来一个不一样的超越小甜甜的 pose 有没有？他刚厉害了吧 ？Oh my god， 还有钢管 ！Oh my god， 太厉害了！所有的非常优秀的演员哦，集美貌与智慧与才艺、演技于一身，非常了不起。台北夜游团团转。